近日，武警安徽总队组织所属近千名特战队员分片区跨昼夜展开魔鬼州极限训练，皖南腹地一场山林地捕歼战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多名暴恐分子在火车站实施恐怖袭击后向北部山林地逃窜，接到命令的特战队员迅速对其进行追捕。特战队员根据现场环境对暴恐分子可能藏匿的独立房屋实施外围封控，侦查小组利用专业设备实施抵近侦查，进一步掌握现场态势。突击组在烟雾弹的掩护下突入房屋，成功抓捕暴恐分子。这次极限训练主要突出高强度、超负荷、长距离，在体能达到极限的基础上进行连续作战，对暴恐分子窝点实施外围封控，采取火力打击、多路突击等战术手段，圆满完成捕歼任务。此次考核除了检验特战小队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外，考核组还结合陌生地域、复杂地形和气候特点，设置多种射击科目，进一步检验特战队员应对复杂环境下不同任务目标的综合技战术能力。我们全程紧盯反恐作战任务的需要，从难从严，聚焦打赢，全方位的检验特战队员的身体素质、专业技能和意志品质，着力提升部队反恐作战能力，确保部队敢打必胜。